我常讲，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哈，非常的幸福，爸爸妈妈这么样疼爱，而且现在的经济环境这么好，可是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很好的家庭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上看到那个，比如说挡救护车了什么这些人，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示范啊，因为太幸福了。所以以至于不知道努力，哦，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但对也，但是呢，我们朱大师哈，朱老师，讲起他读书时候多么可怜，多么困苦，那样子环境中间，能够奋斗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啊，我觉得是不容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我听到你那个故事，我也都快要流眼泪了啊，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已经觉得我小时候很刻苦耐太劳，刻苦了。可是跟你比起来，我简直是在天堂了。所以我想，请我们朱老师把你读书的时候的故事讲一点给我们这些网友、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听一听，给他们做一个借鉴。好，现在小朋友不是流行一个名词叫“林霸”吗？哈，欺霸负凌，霸凌霸哈，凌，欺负人家哈。霸凌。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哪有这种霸凌呢？我们是自己要虐待自己。自己霸凌自为己。什么？因为你家境不是很好哈，那学费也交不起啊，那生活也很艰困哈，所以自己必须要打工。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在电影院门口卖东西，真的，卖花生米啊那些啊，那我在菜市场卖过菜，是啊，啊，各种辛苦的工作都做过，还哎搬过砖呀，头、搬过石头等等哎呀，啊。我要给你下跪啊了。不，然后我读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跟邻居借了800块钱。那我注完册就没有钱了，那就到处去找打工的工作。后来找到一个做煤球的工厂，有一餐饭吃，能够住在那边打煤球、运煤球哈。然后我又到这个学校里头，到宿舍，我就收同学的衣服来洗，要洗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哎，啊。亏你想得起来！我像那时候，我即使要赚零用钱，我也不会想要去帮同学洗衣又服。没有办法，因为人啊，地生疏哈，又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忙，那只好靠这个。所以我们班上，连我们班上同学的衣服，很多人都被我洗过 你那时候聪明一条裤子哈，一啊！块多，那衣服也是1块钱哈，然后帮他们洗，然后我才有办法生活，然后买话剧啊对，因为我读我们那个科系哈，是蛮啊，花很钱花的一个钱科啊，系，要买很多的工具，买很多对，材料，包括我们学校。餐厅所烧的煤球都是我运过去的，才300板车运过去的啊，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艰辛。那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很感谢我那一段的日子哈，如果没有那一段日子，我不会那么坚韧，坚韧，然后做那么多的好的案子，大案子啊去发挥。那另外呢，也没有因为没有那一段坚韧的日子，我也不懂得放下，因为我觉得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我已经有了那么多，对，我觉得真的是。老天爷也好，社会对我对也你好，厚爱，都已经是厚爱，我已经很够了哈。不管是知名度，不管是生活，都已经很够，要放下，放下做一个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就留下一些作品，开心的事啊，开情心的事啊，情，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原来就最喜欢的就是画画嘛，对，而那是为了生活，为了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去完成你这个梦想对，啊，对。但是你，哎，讲起你在读书的时候这样的辛苦，送煤球。不是赚多少钱呢，只是为了要可以老板给他温饱。对，只是能够给我住的地方，然后有一天有一餐饭，但后来又给我一些零用金了。那老板很不错，那个他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贵人，虽然他不是很有钱的人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贵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相信你在那边打工，也给老板有一个很深的启示，我发现，哦，这个我倒不敢当，我相我倒觉信，得说我这一生都是接受人家的启示不是，啊。我相信，因为你是一个这样刻苦啊，上进的一个学生，在老板来讲，他也被这样的学生感动，以至于你以后你的业主，比方说，你遇到这个伯爵山庄的这个老板啊，日月光的老板，他能够对你非常的赏识你，也是为什么要赏识你，也是因为你表现的很好，而且他也觉得这样一个上进的学生是值得我去栽培不敢当，我想跟孟老师还有大家朋友分享一点秘密哈。其实我第一个 case，第二个 case 哈，叫明道中学的设计，包括两个化验室，
都是我去比赛得来的。哦，是。然后第一个做明道中学的设计的时候，是300个人去参加比赛。但是我提了30件作品，哎，就300人有330件作品，10分之一是你的，对，然后所以我的获然率就很高，所以我包办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非得我设计不可，这不得了，这也是很辉煌的记录啊，对，而且是很认真啊。那雅阁花园这个老板呢，其实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要跟他见面，他都不要跟我见面，然后。我再三希望他能给我机会，但是我不知道他要做雅阁花园。我是从帮他设计一个小名片开始，然后他照顾我，栽培我，设计他的家。然后他经过2年时间，觉得哎，这个年轻人大概不错，所以感动了他。现在讲这个，就招了你这个画的里面的。你说他，你从一个小名片设计，才慢慢走入他这个整个世界。现在你这个画里面这条小径。就是你从这个小名片，对，小名片设计，然后走到后面，就整个的大山大水都展现在你面前。对对对。哦，我这样讲贴切吧？是，而且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在上面这个橘黄色叫佛光普照，所以你只要认真的去做，哪怕多孤独，有一点佛光也会照顾你。对对对对，一定不要怕。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有一点好高骛远。啊，比如说看这条小路太小，不想走啊，我要找一条平坦大道。可是呢，在山间小路，你才会通到另外一番美景啊，才能探到这个山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山里面的所有的美景啊，就它整个的气场、整个磁场都会我们都会吸收得到。你如果觉得嫌这个路小，你根本不屑去走的话，所有的美景都没办法接触到。对对对对。我这样讲哈，不是随便讲，因为我认识很多年轻的小孩啊，他们去某一个公司做，都做不到3个月就走了，哎，又换一个大公司，因为学历好啊，比如说台大的，他就再换一个公司，他又做了顶多半年，他又觉得有一件事情让他不开心，他又走了。我劝过他们呐，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啊，你一定要去多去接触，你要做到像我是像爬山，别人都已经爬到半山腰，你还在山下转，对啊，永远不知我爬哪个座山比较好啊。所以你这幅画啊，是可以给我们人生做很大很大的启示。那你就是要坚持啊，对自己有自信啊，还有山不转路转，你只要心转一下，念头转一下，你就找出目标哈。那虽然你不知道你的前途到底是什么样的前途，但是它一定是有希望的。还有台湾人讲一句话，就是戏棚下待久了，主角就是你。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给朋友介绍我们朱老师，不但是要介绍他的画作，不但是要介绍他的雕塑，不但是要介绍他的景观的一些很了不起的作品，这些以外，我们还最重要是要给年轻人一个模范，就是说我们朱老师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练啊，整个从以前到现在一个努力的过程，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哦，不敢当。那给年轻朋友们哈，这是一个参考了哈。我想现在年轻人也都蛮有头脑跟智慧去学习嘛哈。我相信我们的希望还是在年轻人那也希望年轻人能够自我发掘自己的天赋，能够为他创造一片天。是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当然很多年轻人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不够上进，但是优质的年轻人还是多得不得了。我们台湾优质的年轻人还是很多。那我们今天介绍我们朱老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啊，大家要珍惜，要在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上往前努力。是。像我们小时候了，我比你好一点了哈。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困苦的环境，家里没有钱给我们读大学的，那必须要自己。我们也都是以前都在打工，帮人家画什么布花了，画了一堆东西，画外销画了去打工。但是我去画外销画还是比较幸福的啊，比那个搬煤球。帮人家洗衣服，那没办法，因为到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其实孟老师讲了这些，我也帮人家绣过花男生绣花，还有跟人家织那个毛衣、剪接什么等等，都做过。以前的困苦，以前的坚韧，那必须要坚韧嘛，对吧？以前的困苦，以前的坚韧，让
你更加的在日后的工作上更能够得心应手，嗯，因为苦过嘛，是不是，嗯嗯，也碰到比较艰苦的，嗯，案子的工作，嗯，你也能够坚持突破可以坚持，嗯嗯，啊，所以呢现在哦，你一切都该经历的都经历，该有的也有了啊，嗯嗯，所以很恭喜你啊，嗯，是真的是你很有福气的一个人，能够回归到你的初衷，又再回归到你的初恋情人。是，但是这个风过雨过哈，啊，这个一片清空，嗯，那但是我现在是什么心境呢？这云水心境，自然。是是，嗯，哦，我们很羡慕你哈，啊，真的羡慕你。现在真的是闲云野鹤一般呐 啊，而且以后呢，你也可以云游四海呀，啊，到处展览啊，画画啊，交朋友。你还要交这样子的生活还要过很久哎，嗯，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都非常长，而且画画的人，嗯，如果不要太过用心计啊，不要太过烦恼，嗯，没有压力，光开开心心画画的人真的是九十几岁、一百岁的多，大家一百多岁很多，多得不得了，嗯，哎，所以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请教你啊，嗯，因为我们周老师也常常在学校啊或者机关团体啊各种场合做演讲啊，那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这方面的疑难杂症啊想要问的，也可以跟我们周老师联络嘛哈，啊，跟我们电台联络也可以，啊，我们鼓励几句话，不敢当，谢谢、嗯，好，最后呢您给我们喜欢艺术的观众朋友一句话送给他们。我想哈，嗯，艺术它是无远佛界的，可以感动心灵的，最主要还能够让自己在精神上面心灵上面有一些寄托跟发泄，啊，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玩艺术，嗯嗯，谢谢，我们今天很荣幸啊，开心的，啊，谢谢您啊，谢谢，从台中来啊，谢谢，好感动啊，谢谢